量就是平放，吊起来，不要直接放地板，不然关节都容易脏，容易破。啊，收包包帮我们套一下伞套。嗯哼。你如果没有套伞套，会变跟你那一把一样，会关节全部破掉。嗯。所以塞边边一定要装伞套。那吊牌要帮忙拿掉吗？先不用。好，没问题。送修的话就是带雨伞就可以了。好，谢谢。谢谢。谢谢。终于搞定。谢谢。好棒，OK， 拜拜。好，拜拜。结束。